不好意思，嗓子有点不太舒服。欢迎大家来到93频道，看舞蹈就来93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你们好，我是一档金麦主播，叫鱼朵。喜欢朵儿可以点个关注。然后第一个麦序给大家跳古风的哈，谢谢你们。第二个再跳可爱和性感的哦，谢谢你们哟。那我先把歌曲放一下。哎，这个特效出来了，好了。对，我是大乔小姐姐，叫我小姐姐。
觉得不要疼。我真不咋地，这么嫌弃我，生气了。生气了，这么嫌弃我，我那么辛苦，我在上面一直在动，你们还这么嫌弃我，真的是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下面一动不动的？啊，知不知道你们在下面一动不动的，人家在上面一直动一直动的，知不知道很辛苦？啊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还嫌弃我？嫌弃我的话，你上来动。我在下面坐着，是吧？真讨厌，讨厌你们了！这样我不跟你们玩了。喜欢朵的记得顶一下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，手机有关注在头顶上有一个黄色的心。黄色的爱心小加号可以顶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我这个地毯买了之后，我觉得我有点光脚跳，有点不太舒服。大脚丫子，妈呀！哎呀，大脚丫子，哎呀妈呀，跳下一个舞蹈，跳一个大鱼，好吧？很有感染力，谢谢。第一个麦序给大家跳。古风的，然后第二个麦序再跳性感可爱的啊。第二个麦序你们自己选好吗？啊，你们想看性感的我们就跳性感，想看可爱的我们就跳可爱的。啊，哎呦，我这个嗓子真不难受。谢谢大家关注。两支四分钟的舞蹈啊，对吧？没少跳啊。因为我腿太短了，这个，哎呀，小短腿儿，thank you.
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风起雨落，执子手，吹散苍茫茫烟波。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看你飞。谢谢这顶点朵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衣服就是为跳大鱼准备的吧？对，谢谢大家，记得点点关注。我们下个麦序点有请我们一菲宝宝，一个非常性感哇！